係嘉嘉，今晚8點至9點半咧會做一個 casual 快閃嘅直播㗎。咁喺直播間嗰度咧會有嘉嘉兩位好姊妹陪嘉嘉一齊做啦。咁大家留意翻咧，就係嘉嘉暫時仲未喺依個 YouTube 嗰度做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睇依個直播咧，就需要去到嘉嘉嘅 Facebook 專版嗰度。咁大家去到 Facebook 咧就 search 就係 HK 劉嘉嘉 ELICA 就可以揾到我㗎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會有一個 YouTube 頻道去做嘅，咁就係 JoJo 音樂頻道，咁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啦。咁到期時8點鐘見，拜拜。唉，睇埋首《心酸的情歌》先走啊，大家。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这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这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剩余转情来伴我。我将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这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这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剩余转情来伴我。我将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再寂寞爱剩余转情来伴我。我将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。